7月24日，花晨宇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最新寸头近照，并幽默发文：夏天适合剃头发，那个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石晨宇？只见照片中花晨宇留着寸头发型，戴时尚框架眼镜，搭配耳环，身穿黑色衬衫，他手抱吉他，表情超酷，文艺范十足，网友纷纷直呼你应该叫石爷。